我是最喜欢听故事，也喜欢说故事，而且啊，最喜欢玩故事的飞天仙子哦，小精灵们，嗨，跟大家打招呼吧。我是橘橘。Hello，我是绿绿。你好啊。我是红红。红红。我是红红。Hello。哇，今天仙子姐姐很开心耶，不知道小朋友们跟小精灵们今天好不好呢？好。红红你怎么啦？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耶。他被爸爸妈妈骂了。被爸爸妈妈骂了，为什么会被骂呢？因为功课没写完就跑出去玩，被妈妈抓到了。哦，被抓到了，然后就被骂了，然后心情就很不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们好像不爱我了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子想呢？小精灵们，你们觉得红红的爸爸妈妈骂他是因为不爱他吗？不是。红红，仙子姐姐觉得啊，爸爸妈妈骂你真的是为了你好哎。而且啊，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养成好习惯的话，那以后可能做很多事情都随随便便的，那以后啊就学不到东西，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哎。红红，你想要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吗？不要。不要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还会觉得爸爸妈妈是不爱你才骂你吗？不会觉得了。今天仙子姐姐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哦。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哥哥啊，他从小因为没有爸爸妈妈可以爱他关心他，他就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没有爱他的人嘞。可是啊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哦，所以让他也慢慢改变了他的想法。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台湾郭子仪哥哥的故事吧。大家介绍我们家的小可爱，它是羊妹妹住的地方的牧羊犬，也是我的好妈咪。小可爱和我一样没有爸爸妈妈。正在写作文的大哥哥叫郭子仪，他是一个住在云林科寮村的孩子。他从小就没有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爸爸因为工作到外地去了，妈妈则是在生下子仪的妹妹后就离开了家里，所以子仪常说自己是阿公阿嬷的孩子，因为她是阿公阿嬷养大带大的。子仪经常跟着阿公一起整理羊圈，这些可爱的山羊们都是子仪的亲戚送给阿公养的。因为子仪的阿公有糖尿病的关系，身体不太好，眼睛看不清楚，脚也经常痛到不能走路。亲戚希望送来这十几只小羊能够帮阿公赚到一点钱，照顾这些山羊们不但可以帮到阿公，也让子仪很有成就感。我对机械木工很有兴趣，这些杰作都是我和阿公和爸爸一起动了动手变出来的。这是让山羊住的，因为这边的房子已经很满了，装满那些山羊了。啊，生了也装好了，啊，那个打架也装好了。啊，只不过我阿公就想说，可能先盖这边预防一下。他说他生宝宝了。啊，他生宝宝了。有时候我也会偷偷羡慕这些小羊妹妹，她们生下来就有妈妈保护。即使断奶了，妈妈还是在他们身边。我是阿公阿嬷的婴儿，他们年纪都大了，我得学会照顾自己，才能帮阿公养山羊。从小就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子仪，虽然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有很大的不谅解，但是他对阿公阿嬷是非常孝顺和关心的。阿嬷在市场买鹅，一定要用三轮车，因为阿嬷不仅要载货，车上还有很多抢鹅的工具。以前都是阿公负责在开三轮车，
眼睛看不清楚以后，他每次骑摩托车的时候，我都很担心。子怡的妈妈在生下妹妹之后的42天就离开了家里，把子怡和妹妹留给阿公阿妈抚养。子怡因为妈妈的离开而感到生气和难过，她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事实。我妈妈就给我一只电话，她的电话，她就骗我说她是她的电话啊，结果最后原来打过去是假的，我就想，我就差一口，她不要让我找到她吧，然后就重新引诱妈妈回来之后，我就不要理她了。以前爸爸都会听我讲心事，现在不知道要跟谁说了。有时想爸爸的时候出去散散心啊，看那些小狗有爸爸妈妈，就我觉得很可悲啊，因为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个破碎家庭身上？家庭的缺憾让子怡变得不喜欢回家，她每天都在外面玩。阿公阿嬷常常找不到他，那个时候的子怡也不喜欢念书，这让他的阿公阿嬷非常担心。常常我不见了，又要出去啊，啊，我阿公阿嬷就找不到我啊，马上去救援站啊，啊，我听到的时候马上回家啊，不会觉得很丢脸吗？啊，差点被阿公打。子怡的阿公阿嬷为了想要改变子怡这个贪玩不爱写功课的坏习惯，请村长来帮忙，让子怡到客服班去上课。这个客服班是村长为了村子里的孩子们所成立的，免费让他们在这里复习功课，以及举办同乐会、庆生会等活动，联络大家的感情。感受到阿公阿妈的用心，以及村长和客服老师的爱心，子怡也慢慢改变了自己。客服班的老师说，子怡刚到班上的时候很爱生气，经过老师的开导之后，子怡的笑容变多了，也开始对自己的功课有责任感，慢慢地融入了客服班这个大家庭。老爸老妈不在，我是阿公阿嬷的婴儿。全家说我不是全村最可怜的婴儿，还有我爸比我跟阿嬷更不幸。大家鼓励我不能忘记自己，有些话听得懂，有些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不过我还有阿公阿嬷、阿姑阿嬷，还有村长、补习班，这都是我的家。仙子姐姐觉得子怡是一个很需要爱的小朋友，虽然一开始子怡知道爸爸和妈妈都离开她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的爱，所以很难过很生气，但是现在看看子怡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子怡的身边有好多爱她关心她的人。相信只要子怡了解到这一点，一定能够每天都带着笑容开心地过日子哦。看了子怡哥哥的故事，仙子姐姐觉得她开始懂得孝顺阿公阿嬷，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。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呢？我真的是太幸福了，比她幸福很多。而且呢，我有爸爸妈妈陪伴，也有好朋友，但是她只有阿公阿嬷跟小羊陪她而已。真的。但是子怡哥哥后来有觉得自己很幸福哦，因为全村的人啊也都很关心他。那小朋友们，从子怡哥哥的故事啊，你看到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呢？他把坏习惯，以前他玩的坏习惯都改掉了，很棒，变得会写功课了。真的很棒哦。还有没有？他每次都会陪阿公去农场喂小羊。
很孝顺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人很会说一个？就是呢，他上完客服班之后，几乎每天都会挂着笑容。哦，从他开始参加客服班之后，他就懂得开心的笑了。小精灵们都有看到子怡哥哥的优点哦，我相信小朋友应该也有看到。而且啊，仙子姐姐觉得每个人呢、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优点哦，我们应该都要去发现它。所以今天仙子姐姐准备了一个小游戏，叫做为自己加油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把这个游戏会用到的东西变出来吧。听听，用心想一想，镜子，哇，是镜子哎，没错，为自己加油这个游戏就是需要一面镜子哦。那要怎么为自己加油呢？就是对着你自己的镜子啊，说一些鼓励的话，然后说一个自己的优点。现在就从仙子姐姐开始喽。那我现在啊，就把这个电视机框框当成一面镜子，每天早上起床啊，照镜子的时候，或是出门的时候，就可以对自己说：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起床有把头发梳整齐，而且我有乖乖起床，没有赖床，我好棒哦。那今天也要继续努力哦，不要太紧张喽，加油！其实每个人呢、都有他自己的优点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优点找出来，然后呢，让它像一个种子一样慢慢的发芽，然后变出更多的优点，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人喽。接下来，仙子姐姐要再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哦，这也是一个大哥哥的故事，他呀也有发现自己的优点哦。虽然他平常的生长环境不是很好，但是啊，他就是发现了自己优点，而且把它发挥出来哦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个大哥哥叫做潘高田，住在云林县口湖乡。他从小就和阿嬷住在一起，是阿嬷养大的孩子。高田哥哥和阿嬷就是靠着这块小小的菜田种菜来生活。高田哥哥负责锄地，阿嬷撒种子，他们祖孙俩一直都是这样相依为命的。在高田哥哥五岁的时候，爸爸就去世了，妈妈也弃他而去，把他留给当时已经七十几岁的阿嬷照顾。那个时候阿嬷说自己年纪大了，没办法照顾高田，可是高田的妈妈还是没有把高田带在身边。高田就这样被大家推来推去的，最后是阿嬷觉得都没有人要的高田很可怜，才把他收留了下来。我老了，我就放弃人，我哪法度通家己饲囝，吼、哦？伊都唔啦，这囡仔都丢来丢去，咱生一个大汉，两三个都丢来丢去，安尼足可怜的。像我即碗饭，甲兼做两碗，兼做两个，妈说了一人一，安嘛大个囡啦。你那时候啊，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会想抚养我？可是阿嬷有抚养你啊。对啊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安慰啊，说要乖一点啊，不然就没有人会想继续照顾你啊。高田哥哥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妈妈遗弃的孩子，虽然心里很难过，但是高田哥哥却没有因为这样而沮丧放弃自己，反而是怀着感恩的心，感谢阿嬷愿意养他照顾他。不管阿嬷在哪里，高田哥哥总是陪在身边。对高田哥哥来说，他小的时候是阿嬷照顾他，现在他长大了，要换他照顾阿嬷。田里的工作或是家里的三餐，
都是由高田哥哥来负责。个性敦厚的高田哥哥说，只要三餐能够吃饱就很满足了。高田，怎么没有用油来炒？妈妈说水煮一下才去那个苦味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做菜啊？五六年级。妈妈教你的哦。嗯。高田，你喜欢做菜吗？喜欢吗？为什么喜欢做菜？因为煮给阿妈吃啊。阿妈喜欢吃什么？软的东西，只要把菜都是滚好软的。高田哥哥真的好懂事，也好能干。高田哥哥说，他从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学会煮菜喽。小朋友想一想，你们现在可以帮忙家里做什么事情呢？能不能像高田哥哥做的一样好呢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，在学校高田哥哥的学习态度也是老师非常赞赏的。老师说，只要遇到自己不懂的，高田哥哥一定马上就会问老师，一直问到懂了为止。老师还说，高田哥哥能够拥有好成绩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勤于发问。在高田哥哥努力用功读书下，他顺利地考上了北港高中。上了高中之后都要住校的高田哥哥，一个礼拜只能回家一次。这一天是他回家的日子。阿嬷骑着摩托车来接他，回到家之后，高田哥哥马上帮忙洗碗，阿嬷也已经煮好晚餐等他。祖孙俩之间的温馨情感，大家是不是都感受到了呢？高田哥哥虽然不能决定自己要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但是他总是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事情，没有抱怨，努力向上。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阿嬷依靠的肩膀，相信他一定可以成功的。让我们大家一起祝福他吧。高田哥哥的阿嬷说，在高田哥哥五岁的时候啊，发生过一件事情哦，就是有一天他在路上那样走，然后五岁的高田哥哥就跌倒了就很痛啊，就哭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他捡到1块钱哦，然后他就跟阿嬷说，阿嬷，我这个1块钱要存起来，拿去念大学，就一边哭一边笑的讲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是在哭还是在笑啊？我们应该可以像高田哥哥一样哦，就是啊，他遇到一件事情啊，他都不会看那个不好的地方，反而会去看自己有哪里可以努力的地方。哎，其实这样子啊，就是一种正面思考哦，就好像向日葵啊，他都会对着什么？太阳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一直面对着太阳，在阳光底下想的事情也会变得比较正面哦。小精灵们，我们就来练习看看，怎么样可以正面思考呢？哒啦，仙子姐姐准备了一些题目哦。第一题是，走在路上不小心跌倒了，你会怎么想？谁想要回答这个问题？好，欢欢。跟妈妈赶快捡去买一些药来把伤口擦一擦。嗯，然后不用难过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会不会想，你为什么会跌倒？是把它忘记就好了。哦，或者有很多种方法哦，一样都是正面的想法，也有很多种想法。除了像黄黄的讲法，也可以想说啊，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走路不小心，我边走边玩的关系才会跌倒。所以把它往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想，就是一种正面思考。好，很棒哦！相信小朋友你也有自己的答案。那我们看下一题，没有时间吃饭，肚子好饿哦，
你会怎么想呢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就去吃奇异果，因为奇异果纤维很丰富啊，吃一次就不会饿了。好，也是一种。好，没关系，仙子姐姐来说好了。刚刚菊菊讲完，仙子姐姐就会说，其实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说啊，你现在肚子有肚子饿的感觉了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平常我有东西吃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那你下次吃东西你就不会浪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每一粒你都要把它吃干净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呀，那小朋友你呢？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下一题是，吃饭吃太慢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哦，被爸爸妈妈骂，这题我想让红红回答，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还有被爸爸妈妈骂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还可以怎么想呢？请说。要赶快吃快一点，然后不要让爸爸妈妈等。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，爸爸妈妈骂你是因为什么？为我好。没错，这样子就不会难过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会乖乖的吃饭。好，很棒。那下一题是，打扫时间没有打扫，被老师骂的时候要怎么想呢？我知道。好，请说。下课不做。下课不做，还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，对不对？不能没做，不能没做，一定要做。那老师骂你，你会不会心情不好？不会，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棒哦。哎，小精灵们都开始学会正面的思考。好，那你也说一个。因为老师是要让教室干净一点，所以要做打扫。没错，教室干净啊，你在上课的时候心情是不是也可以比较好？嗯，对啊，不然看到好多垃圾好杂乱的时候，可能会分心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很棒。每一题啊，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，因为只要像向日葵面对着阳光一样，我们就会有正面的能量，正面的思考哦。下次如果遇到难过或是不开心的事情啊，就像阳光一样暖暖的正面思考。看了今天的故事啊，仙子姐姐觉得，其实每一个人啊，如果发现自己的优点，然后更爱自己一点，不管你是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，虽然不能自己选择，但是你只要更爱自己，别人也会更爱你哦。大家也要一起加油，当一个小小向日葵吧。飞天仙子故事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